很多演员都经历这样的煎熬，尤其是对现在这个角色。你有过这样子的挣扎？我曾经也走不出来，拍到这个演员。那怎么办？很简单了，不要忘记自己是谁，多和那些能让你做回自己的人在一起。这样的人，那只剩下我哥哥一个。除了你哥哥，还有我。路上不能够剩下你一个人，很危险的。很多明星自杀不是偶然的，因为明星的歌星都是超级反思的人。掌声把我们弄得飘飘然的，回到家以后，那种莫名的孤独、寂寞和空虚。所以你要记住我说一句话：不要迷失自己，因为你是一个人，一个普通的人，一个凡人。凡人，我会永远记住。可以的，加油。什么？决战之夜发生意外，女演员受伤，严重吗 ？OK， 我查一下排期。喂，什么意外？谁受伤？不知道啊 ，AP 里讲地图。哎呀，疼了疼了，今天不用玩就麻烦了。喂，艾玛，佟丽明天不能放给你。哎，他们在哪里拍？哎、不知道啦，你自己看人呢。你是董成，怎么不知道？算了算了，快点说对，我们去三个景点。好啊。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佟明。OK， 你该要说什么？你先去拍戏吧。佟林，我得走了。拍动作戏，小心一点。那我先走了。